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So, 各位同心，大家好，大家好。多谢多谢。秘书长在意了，已经请和各位讲我做众将军。对吧？哎，什么意思？就是讲，一波各位啊，结束算毕业，啊，就当领到一个证书，啊，迄个证明，各位将来是咱台湾民政府会当做高级官员，资格证明，啊，各位要做。高级官员，秘书长最近拢在问：“啊，恁拢准备好未？啊？啊，恁已经上过初级班，啊，即马阁上高级班要结束，恁准备好未？要做台湾民政府高级官员，恁准备好未？二位。”啊，恁知影要准备啥个无？啊？法律有人讲，讲唔知啊，恁不应该。上个初级班，搁个高级班啊，啊要做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啊搁唔知影要准备啥？咱就是要爱准备法律。是安怎讲？咱是毋是用法律去告美国？啊，靠法律要给美国讨政权回来，对吧？所以以后咱也是要靠法律来管理咱自己的台湾。所以法律真重要。所以我今日利用这个时间，各个大家学习一点啊法律。啊，这几天恁大家听真多啊，无要紧，较忍耐呢，一点通经尔，你咪啊，稍微温习一下，有好无歹，吼、哦。啊，因为用个试看，恁所了解、所得到的，到啊什么程度？利用这个时间，大家个。测量看卖咧，啊，初级班的时阵，我唔捌上过各位的课，所以大家拢唔知影我什么人，系乌帮下的，还是讲白帮下的？迄是我的户口登记的人名，但是我是安怎的姓伊的姓，我嘛唔知道。因为我知影我是编部族的，啊，恁知影要安怎确定讲各位是编部族的无？哎，对啊，迄、那个终于一定要甲大家介绍，讲看还是倒手后翘，啊，哪有一顺呢？迄就是编部族的。所以咱个事拢是骗人个，唔知对倒来吼、哦。好，即嘛安尼，恁八卦安尼就好啊。好，咱来开始。各位同心来参加这个咱法律个培训，目的是啥？咱的目的是要来了解台湾国际法的真正的地位是啥，对不？简单讲下，啊，其实其中的问题当然真多、真复杂。不过，咱慢慢那个透了解了后，就感觉足简单嘞。
哦，啊，我利用这个时间，甲大家小我整理一下吼，啊，好，大家有一个系统的想法。啊，那得到这个了解了后，这个问题要解决就较容易啊。啊，咱要了解台湾的这个国际法地位以前，我受到顶个秘书长定来提起讲国际法、战争法，啊，大家还佫会记个袂？什么叫做国际法？啊，什么叫做战争法？大家知无？欸，啊，咱要了解法律安尼，上基本的国际法是甚物？咱唔知，安尼敢袂使？无卖想法遐尼遐尼远遐尼大，较简单的想法。法律，这个法律有关系嘛？法律是甚物？法律是啥？甚物物件？白纸写黑字。啊，写什么？法律是什么？法律要从啥？那无法律的时阵，咱是不是足自由的？免受遵守法律的时阵，什么人都无甲咱限束。所以法律是啥？法律就是咧规范咱人的行为，哦。还是说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你不可以随便骂人，随便欺负人，随便打人，就是这就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哦，不是说你拳头不大粒，就可以欺负别人的，因为有那个法律给你限制，所以你虽然拳头不大粒，你也不可以打人的，对吧？好，啊，那知影讲法律是虾米了后，啊，要来了解国际法就较紧啦。虾米叫做国际法？咧规范世界上国家甲国家中间的关系，就是国际法。笼统来讲，哦，啊，国际法内底还佫分真侪项物件。但是国际法跟咱一般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无同款的所在是啥物？一个国家伊的迄个国内法要创立的时阵，一定得爱有一个立法机关来创立这个法律。但是国际上无这个单位，无这个立国际法的单位。所以国际法要安怎创立？因为无迄个单位，所以爱想出一个办法，要安怎来建立所谓国际法？啊，这个就是伫个澳洲、荷兰遐，大家听到。有一个城市叫做海牙，阿伯讲，海牙有一个国际法庭，啊，迄个国际法庭的章程内底有个规定，讲国际法庭的法官，你若要判决国际事务，爱根据什么的啊？所以。遐内底所讲的，遐法官爱用什么来判国际事务的时阵，遐物件就是一般来讲的国际法的内容。啊，遐是啥？做国际法的法官，他讲国际条约，你要判国际事务的时阵。
要根据国际条约，看有这款相关的国际条约。第二样，国际惯例，国际上有这个习惯，安尼做还是安尼处理，哦，根据国际上的这个习惯。第三，就是根据一般的法律原则。啊，安怎讲？法律的原则是啥？一般的法律原则。上重要的就是讲，你若讲定契约，这个契约必须要遵守，这就是法律原则。哦，过来，特别法比普通法较优先。哦，啊，后法比前法较优先。哦，意思时间上，哦，以前定的法律，甲最近的当然是最近较优先。哦，啊，最后，哎，迄个法律的逻辑，啊，这个是甚么款？哦，这法律的逻辑。看你看，咱拄到实例的时阵，我就去甲大家说明。啊，除了这个以外，国际上已经不做的判例，嘛会使提来做新的判决的根据。哦，啊，最后以上者呐，无法度人应用的时阵，最后。之后就要应用国际法的专家，因的意见，哦，有新的代志发生，国际新的事物发生，用以前迄几项无法度通解决的，无法度通处理的，就要靠专家的意见，啊，甲因的迄个主张来做判决。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款代志。至少我唔捌听到，啊唔捌看到，哦，啊原则上咱个记嘅，讲有可能会使应用嘅，就是安尼。好来，啊，下面我做证经法，证经法唔通看到讲证经，啊就是讲哦，即要教人要安怎证经嘅，要安怎修台，唔是哦，哦，倒摆，证经法就是咩目的？就是讲片面还是降低战争的损害，所以才定这个战争法。所以伫咧后面战争法，因为人家称呼号做林多国际法，哦，这是考虑到林多的问题，而且战争法包括啥，就拄啊。我可以同心的讲，海牙公约，这就是证经法的内容。过来，日内瓦公约，这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结构性创立的。第三，国际理会的迄个章程有关证经的部分。伊个迄个总章程，哦，是安怎红十字会遐尼重要？大家敢若想讲，你若看电影个时阵，看到战争片，然后一只车下只红十字架，迄只车原则上你袂使甲拍，迄个就是即个意思，哦，战争法内底甲规范个，啊个挂。红十字架手，这个，免得讲手的这个标识的人，哦，这拢是救助救援的人员，这嘛唔是战争的人员，所以战争的两边的人拢未使个叮当的，哦。啊，个美国陆军的迄个战场的手册。啊，这内底因为
足侪条诶，但是咱无一定爱应用啊遐尼侪，确定啊应用着诶时阵，则搁甲大家提起。啊，上最后，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诶部分诶判例，因为是会用诶当作战争法诶即个范围吼。好来，啊，即摆知影国际法。战争法是啥？咱即摆就来了解，必须因为法律论述伊个内容是啥？来，要来了解台湾国际地位的时阵，必须就讲会用个根据两项。国际法包括万国公法和战争法的铁则有两项，大家还会记得吗？这么快就不记得了，我给大家提醒哦，这个你不知道啊，对啦，是啊，对不？这两个铁则啊，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过来，对吧？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大概就爱记啊。初级班的时候就一定爱，吼、哦，爱记掉哎。啊，其实啊，还有一项最基础的、最基本的，那么就爱知影。最简单的最基础领土主权的移转一定得要根据国际法、哦、所以严格说起来我们就要记三项、啊、其实也是就要用这三项来解决台湾的国际地位的问题比较正确、哦啊、我们现在利用这三项，一项一项来个试用，看会使，要安怎用这三项来解决咱台湾的国际地位的问题？头一项，领土主权的移转应该有国际法的根据。啊，即马在即个相关的。咱就爱问人，讲台湾的主权，台湾的领土主权，不根据什么条约，从移转过？哦，后人讲马关条约，后人讲下关条约，都记得对。其实是两个拢对啦吼，啊，但是咱希望以后大家拢讲下关条约，哦，想怎讲？因为迄个昨迄个议长嘛，有甲大家解释啊，国际条约。的名称应该拢着爱挂迄个条约定的所在，迄个地名啊，迄个地名是伫日本的下关，所以应该爱用下关条约较正确。哦，阿妈关条约迄是中国人讲的，哦，唔知安怎好出来哦，咱无遵守国际约束。所以咱尽量卖个利用下关条约。下关条约日子什么时阵定的？嘛，哎对，哦，4月17，啊，生效日8月5号，哎，5月吧，
我开始咧老人痴呆啊，迄款。啊，啊，即款，咱知影下关条约，啊，到底定伫倒位？下关条约倒位？是不是伫第二条？哦，第二条内底有啥？中国将下开地方全部主权哦，哦，啊个以及该地所有的堡垒、机械库，啊个所有的公共财物，永久留予日本。啊只，我特别强调讲天皇，确定啊只，从迄个中国的原文和各位看。才开始就是中国指的就是满清的皇帝，哦啊，日本就是指日本的天皇。啊，内底是安怎规定 ？A 的部分头先，咱暂且卖看。开始就咱台湾就是伫个 B， 还是讲第二款的时阵，台湾全岛甲所有附属的都是拢包括在内。啊个西第三，皮奥滚豆。啊，即卖 A 是啥？台湾就咧 B 啊。A 是啥？啊？朝鲜无啥丢呢？要挖要挖。丢。辽南就是辽东半岛，哎，你要说辽东半岛，那不应该列入，没有做100分，因为辽东半岛是满清的固有领土，所以根据三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的抗议，日本就一个海南，哦 ，OK， 啊，即摆咱来看，这个是中国的原本。你看开始的时候，讲和条约，哈、哦，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啊个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未订定合约。就是因两个签的啦，所以必须就等下咧咧，甲大家说明。要改写这个《马下关条约》，就要安尼改写，唔是中国甲日本，是满清的皇帝甲日本皇帝签的。哦，咱厝要买买，不动产要买买，嘛是一个买一个买的人。因两个的代志，唔是因两家族的代志，对吧？啊，啊，即卖这就是开始的时阵是安尼想。啊，即卖第二条，这就是写条，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管，哦，伊这中国下法，迄阵伊了阁唔知影虾米叫做主管呢？所以，跟他用这个方法，对吧？永久留予日本，哦，啊，下开下面就是这家台湾全岛，啊个所有的附属各岛屿，啊第三平遥，对吧？这就是历史进步。啊，你这边来看。辽南反凡，这嘛是大清大皇帝陛下，啊，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要定什么呀？定讲日本高海奉天省南边地方，哦，这就是一个辽东半岛，那个海和中国，所以这个嘛是证明讲。土地主权的移转，拢着爱用条约来规范，哦，唔是讲啊，现在啊，我好你就好，啊，无证据，安尼免来会使，所以
提这个原文的证据给各位看，就是要增加各位的了解，吼、哦。啊，以前是咧讲啥？中国就爱国号，害日本，为着要提登去迄个辽东半岛要提登去，就爱害3000两、3000万两，迄个白文，哦。啊，咱张迄个院长、庄院长来讲，日本就提这个，这个钱不是提落地啊咯，天皇不是个提落地啊，伊提去从啥？做对啦，迄个京都大学去建设京都大学，所以这个是下关条约。啊，这张图大家拢看起嘛，吼、哦。所以，那讲到下关条约，大家就爱想到这张图，哦。就知影讲，满清嘛真妖秀，哦。从迄个时阵，因就咧骗人啊。台湾唔是拢伊个，啊，结果伊挂好人，干那挂这尔。啊，为着咩？加深各位的印象，我阁摕一张图给大家看。这张你捌看无？嘿，有人摇到啊！咱咧看这张图的时阵，奈要看，甲这张甲荷兰比较有关系。大家想不出来未？不是啊，荷兰比是不是在家？啊，家是不是中国的土地？啊，是满清的，不是嘛？这所在，这所在不是嘛？对啊。这个荷兰比的顶塔，土地是高沙族的。所以满清就爱个高沙族买这个土地，啊，再来起这个顶塔。哦，啊，各位将来若有机会，过去参观这个塔的时阵，恁个行入去内底，迄个塔内底这间厝内底展览一挂古物，遐内底有说明。啊，无啊，故以前。再去看的，伊说明啥？伊讲，咱台湾所有的灯塔内底，敢那荷兰比这个灯塔有做围墙，其他的灯塔拢无围墙。啊，我拄仔来讲，这个灯塔的土地是高沙族的，啊，满清就爱甲买，买来才起这个灯塔。所以大家想会出来，做这个围墙要从啥？清朝就爱派兵过这个灯塔，啊，若无，伊咧惊讲哦，高沙族会来个乱吼，安尼危险。啊，万一这个塔若去用冲派，就失去伊个效果。啊，这个塔当然是满清逼迫、哦、被迫盖这个灯塔，原因是安怎？因为台湾马六甲定啊出海难，所以美国甲日本向满清抗议，讲你着爱设一个灯塔，啊那无。像那海人的船到阿遐，拢会去触礁出大事，对吧？所以你啊，满清才国不离疆，就爱去起这个灯塔，出钱买这个灯塔。啊，你来去看这灯塔的时阵，内底嘛有说明。伊讲满清迄个时阵是叫一个英国的建筑师。来起这个灯塔，
啊，这个建筑师对高阳要去定他这个位，要去勘察迄个地形的时阵，你有看吗？一行外久，一行两个里的，对高阳要行到屏东，才行两个里的，你看他往北的吼。不是啊，伊不是往北，因为遐拢高山族的所在，所以伊那边通过一个高山族的部落，拢着爱通买过路费，爱付过路费，人家要互通过啊，啊，所以一族过一族过一族，伊行两个日才行到位，啊，所以咱来看到一挂。台湾的这个地标，哦，就会想到讲一挂台湾事，啊，啊，这恁来遮遮，我都通听到。中国旅游文政府袂甲咱讲爱遐尼详细。过来，甲台湾领土主权有关的第二条，诶，这个国际法。对旧金山合约，啊，这是安怎？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才着来定这个旧金山的合约，对吧？啊，这日子大家若记会起来，嘛个记，这个更加重要哦。因为签约的日子跟生效的日子。啊，阁有一段差别。啊，这个甲以后一挂咱台湾的历史，拢多多少少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希望大家甲记起来。签立的时阵，1951年9月18日，啊，生效是1952年4月28日。哦，大家记好。啊，要。是安怎跟台湾的主权有关的？得到位，那么就要了解。啊，讲多好，以前嘛是第二条，诶 ，B， 跟台湾的主权有关的，跟下关条约同款。第二条诶 B， 以前写讲日本放弃对台湾平和群岛及一切管理。管理名义啊，个要求，哦，啊，这个所在所讲的日本是指日本政府，哦，所以放弃的是什么？一三项物件，第一个就是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哦，比如对嘛有甲咱提醒，在这个所在，咱就爱记的。这跟日本天皇的主权无关的，是政府的管理权。日本天皇对台湾甲平和的主权，而且并无震荡着。哦，搁一项第二条 F， 因为有规定，即卖为着南海，中国。甲越南、菲律宾点么小钱，啊还无偌久以前一挂台商，所以中伤着，寻着枪支买，就是日本迄个时阵，因为着爱放弃南沙群岛甲西沙群岛，啊、哦，这两项，啊因为日本放弃，所以周边的国家，你咪讲啊，即嘛即无人会啊。所以大家现在大家在收集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是哦，这是旧金山合约。啊，你们知影旧金山合约拢共27条，啊，除了这2条以外，其他个大拢会用来讲无直接的关系、间接的关系，确定啊，咱来讲着。所以个台湾的主权就是安尼尔。啊，严格讲起来，即卖要讲的这条，实是
无必要讲，但是为着要大家知影，以后咱可袂去用骗去，所以咱嘛就爱了解这条蒋介石当时甲日本签的这个台北合约，因为中国国民党还有其马英九讲签这个契约的时阵，日本已经将台湾甲澎湖交中华民国。哎，咱会使甲解释讲，伊大概唔捌字个款，所以未晓读条约的条文，哦，因为这个台北合约第二条写得很清楚，说签约的两方承认根据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日子，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所签的对日合约第二条的规定，日本已经放弃台湾跟平和滚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都包括在内，所谓管理、管理名义跟要求，这条就说得很清楚，说订这个契约的时候就已经承认说旧金山合约日本已经放弃台湾平和啊，哦，啊，这个契约那是按你写法，假讲，咱即马看这个字哦，这个合约是当时签啊，5年4个礼拜哦，啊，旧金山合约是4个礼拜生效，对不？所以已经生效啊，这签。台北合约，意思是啥？讲日本已经苹果送人啊，啊，即卖那啊，搁有苹果通搁送予第三个，对吧？日本已经放弃台湾平和，啊，为何伫咧签这个契约的时阵，日本啊，搁有台湾平和的迄个权利通好交予中华民国？这嘛是法律逻辑啦，对不？已经给人的东西，哪有可能再给第二个？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这笔刷写乌哩，所以咱就要了解，以后唔通再被骗去啊！无影无一只。若讲根据这个条约，台湾的主权交予中华民国，迄完全是咧骗人的，哦。啊，除了这拄仔咱讲的这三个国际条约以外，以后到即阵无其他的国际条约跟台湾主权有关的，所以咱会使讲，台湾平和领土的主权，自从满清大皇帝割予日本大皇帝以后。到我今日，并无根据旧金山合约，也无根据台北合约，也是其他的国际条约，搁再一次的转让。所以，咱台湾平和领土的主权，阿个对象的手诶，阿个伫咧日本天皇的手诶。所以这就是必须利用的讲的，也法律论述来的日属就是安尼，属日本天皇就对家来的，哦，不是我别讲的。来，啊，今晚咱来看第二样，领土这占领不得遗传主权，哦，啊，用这个要安怎解释台湾呢？国际地位，台湾的领土主权，既然是
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啊，为何蒋介石那会走来台湾？台湾也不是他的啊，啊，无好伊，伊那会来？对了，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对不 ？OK， 啊，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大家附带因为我记的，那是根据美国总统批准的哦，是跟他透过麦克阿瑟将军发布出来，那不是麦帅。将军所定的，哦，所以这个小可差别，大家要记好。啊，这个发布的命令日子，嘛对咱真重要。1945年9月初二发布，啊，大家会记得这个日子对咱台湾民政府安怎重要？对，是没有错，但是我所希望的答案是另外一个。对，那个咱就要记好，根据咱台湾民政府的《公民权利法案》，这个日子就是咱的决定的日子。伫咧这个日子。以后出世的，你若要来申请咱的身份证，就要去申请恁爸母，还是甚至阿公阿嬷的迄个户籍成本，才有法度人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哦，简单讲起来讲，那伫咧这个日子。迄阵住伫咧台湾咧，遐就是本土台湾人，对吧？所以大家记好。哦，啊，这个一般命令是安怎叫蒋介石来？来得安怎个讲？大家嘛就爱了解者，以后才袂用骗去。你第一。第一条的 A 内底有写条，讲伫咧中国，无包括满清哦，满清除外，台湾啊，甲北越就是北纬16度以北的中南半岛，就是北越啦哦。日本军就爱向蒋介石万岁导航。所以我只挑起三个所在拢用红的写出来。这一个国际条约内底特别甲你记出来，讲三个无同款的所在，有伊的意义呀，吼。咱今天再过来深入来解释。啊，即卖这是 A 哦，后 B 后 C 后 D 后 E。过来，到我 F 讲安怎？讲以上所指派的司令官，就是包括蒋介石，是代表联军，有这个受降的哦，受导航的管理。啊，所有的日本军的导航者。应该向因，还是因的代理人导航。所以，伫咧这个一般命令一号内底，特别阁强调，讲因这将军是联军的代表，唔是因的国家的代表。啊，咱即摆来看，美是咧指啥？美是指讲。
满洲啊，甲北韩由苏联来接收。啊，西是咧指泰国的南边，啊，甲印尼，遐另外派一个英国甲迄个澳大利亚的将军去接收日本的导航。啊 ，D 甲 E，D 是南韩，啊，甲琉球由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迄个海军总司令去接收。啊 ，E 呢 ？E 就是日本的本土，由麦帅将军陆军总司令家己甲接收的。所以这写真清楚，就是讲蒋介石是代表联军来台湾接收台湾的日本兵的导航，所以这张图是骗人的。安怎？对啊。1945年12月25，不是台湾光复啊，不是，是受降日，对吧？所以才写台湾光复，这更骗的。后来，这就是用一个证明，这个就是伫咧迄个。公会堂内底受降典礼，才就用个证明讲，咱这不是光复，这是被军事占领，受降典礼，对吧？啊，叶州长张英华甲各位说明，这支是迄个时阵中华民国的，不是国旗哦，海军旗，对吧？所以。台湾若是被光复的时阵，只干那挂这支中国旗就好啊，那就爱阁挂三支别国的国旗。所以有这个就用个证明，讲台湾不是被光复，台湾迄阵是被占领，哦，日本兵导航。过来，加过一个第二个骗局。伊在写台湾省，伫遮，伊讲中国政场台湾省，这嘛是咧骗人的。哦，拄啊，咱看，看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的时阵，中国甲台湾分开哦，台湾唔是伫咧中国内底哦，对吧？所以，伊遮那会使。写讲台湾省，哦，啊，乃准安尼，另外那嘛听我甲证明唔对，台湾乃是属于中国的时阵，安尼，干那踮中国举办日本军的导航就好啊，无必要踮台湾阁举办一摆啊，有无？啊，这就是啊，这张是咧中国南京日本兵的导航。啊！这张在台北公会堂日本兵的导航，刚才这两张相就听我证明讲，台湾不是中国的一省，哦，所以唔免想个难骗。即马咱知影，这咱台湾是属伫个太平洋战区，唔是属中国政府，哦，唔是中国的。好，啊！即嘛，既然蒋介石的集团唔是光复台湾，是代表联军来接受日本的导航，以后军事占领台湾。啊！嘛，根据《旧金山合约》第六条的 A 的规定，而且规定啥？规定讲。合约若成效了后，所有盟国的占领军
应该伫咧90天内脱离。啊，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到我今仔日，为何蒋介石的集团无脱离开台湾？这问题来了。谁允许蒋介石集团可以留在台湾？而且凭什么？美国丢，大家了解哈？美国啊，凭什么？美国凭什么？法理上的依据。哦，那你把国法律，法律上的依据就是啥？旧金山合约23条来对规定的，23条规定啥？讲美国就是主要占领全国，所以伊有管理，划东划西，哦，过来，啊，伊要划啥？你根据第2条。伊个第4条的美，则规定讲，日本承认美国军事政府，大家会记诶，即英文安怎讲？咱个新闻前顶头写啥 ？USMG， 就是即个美国个军事政府对日本，还是日本国民伫咧台湾、伫咧平湖、伫咧琉球。的财产包括领土所做的处理有效，所以美国人根据这两个条约的条文，伊会使处理咱台湾领土的代志。哦，这是法理上，啊，当然实际上跟什么有关系？这个问题，到1949年10月初1，中华民国变作一个流亡政府，因为伊变作流亡政府了，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蒋介石就袂当登基中国啊，啊，佫拄着伊好运，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所以美国大概想讲蒋介石会退过台湾，所以才会让伊继续住伫咧台湾。这是咱拢猜啦吼。啊，但是根据北纂写号里，应该是定下这个法律，这个做根据吼。过来，所以伫遮嘛用这张图。来证明，讲美国温准的，是安怎讲？这看不甚清楚，大家注意者，啊个者，只有3支旗啊，这支看较明显，这支正明显就是美国旗嘛，哦，啊为何受降典礼，那多啊？看内底挂4支旗啊，啊外口才敢挂3支，这就证明讲美国就是主要占领全国，哦，所以敢挂伊尔。啊，即马阁一张，阁较水的彩色的，这张大家注意看，这都已经写中山堂啊。古早日本时代是叫做光辉灯，所以大家猜会出，这张已经叫换去啊，啊，即摆有彩色的，啊，大家看卖，这是不是还佫有一支美国旗啊？这嘛有一支，啊，这张图当时翕的，讲庆祝光复50周年，50周年是算。1995年呢，哦，
1995年了后，中华民国并无忘记美国的功劳，咧庆祝因所讲的光复节，啊，佫将美国旗也插伫遮。那是咱台湾人家己无注意，哦，啊，下加一张图，更加清楚。这边这就是拄啊一张嘛，吼，啊，你甲看者，这两张图，这两张相是甚么时阵呢？这日子已经看袂出来了，吼，我会当头互恁听啦。伊这就是啥？咧庆祝中华民国100岁的时阵，中华民国在做生日，哦啊，对啊，迄个50年，或者1995年，中华民国100岁的时阵是啥物时阵？2011嘛。你看，中华民国在庆祝100岁的时阵，伊嘛在挂美国旗啊呢，啊？这个美国跟有关的，对吧？那无关的，因那里来挂美国旗啊，真明显。中国国民党怎样？什么人温存你住在台湾，继续住在台湾？是干阿咱台湾人唔知道，啊唔知袂要紧哦。啊，佮有一挂戆台湾人，你看麦？啊，个咧摸这个功夫的神主牌啊，啊个摸个欢喜个呢，可怜，算是足可怜的。严格讲起来，咱看到这款的应该流目屎，台湾人会戆戆啊，这款的，对不？哄骗啊，个家己唔知影，哎，所以悲哀的话开始讲。所以，台湾是比美国所准的蒋介石的集团军事占领，不是比共和。所以美国是受管者，蒋介石的集团是比受管的代理。开始的时候是根据一般命令之下，啊，后来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才根据旧金山合约。所以，这个就是必须你来讲的美战的根据。咱阿个比占领，啊，而且是比美国占领，哦，蒋介石。中华民国是不过是代理美国来占领的，啊，这张报纸就是证明，这张你咱的迄个走廊的，因为有打出来，迄张迄个庄院长嘛，甲大家说明，哦，这张就是习近平去。去年6月去找奥巴马的时候 ，CIA 调查家捞出来的遐机密档案，讲1949年迄个时阵，美国的机密档案已经就写得足清楚，讲台湾仍然是被占领中。所以，因为咱学个足清足力足顺口啊吼，占领不得以专注，所以台湾不管是被什么人占领，被家己在占领，也是被蒋介石的集团代理占领，拢未使以专。日本天皇对台湾平和领土的主管，对吧？所以最后咱的结论，
台湾目前现在的国际地位，就是日苏美战，按照明出来，哦，啊，为着要了解台湾的目前的地位更加清楚，咱过来看迄个第三项，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安怎讲？比美国温顺，到我今仔日还阁留伫咧台湾的这个蒋介石的集团，伊到底是虾米性质的组织？咱来个分析看卖，分析了后，咱更加清楚，咱台湾的情形是安怎？1945年10月25日，这是依据一般命令的1号，代理盟军接受在台日军的，对吧？执行军事占领，这不是共和，执行军事占领。个另外一个日子，1950年4月28日，咱对我来讲的旧金山合约生效。啊，因为旧金山合约生效，所以蒋介石无特例的台湾关系是受到美国的温存。啊，根据旧金山合约第23条和第4条的规定，对吧？所以在这个时阵，蒋介石的集团变做啥？变做是代理美国，伊毋是代理联军、盟军。代理美国继续执行台湾的军事占领，但是可惜，这个疫情，1949年10月初一的时阵，迄个时阵蒋介石还搁在台湾，还搁在咧执行迄个盟军代理盟军的占领的时阵。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台北，哦，啊，因为安尼，所以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就变作流亡政府 （Chinese Taipei）， 对吧？啊！恁即马知影这历史的演变，历史的经过了，大家看，即马就看有啊。进度大概还阁一页。2012年7月9日，伫咧英国伦敦咧举办奥运的时阵，开始这个旗啊，互挂出来。第二天无去啊。哦，叫我救个。第三天，哎，挂一支。哦，那就证明流亡政府。哦，所以，咱就要了解。哦，啊，这个就是真侪同心在讲的，讲中华民国的蒙白啦。哦，藏伫咧南京，伊在啥？公元1912年到1949年建都南京，中华民国死去啊，1949年就死啊，哦，这嘛是证明。所以咱即嘛，一旦个分析，蒋介石的集团在这段时间内底，伊的性质是安怎演变？开始，1949年10月25日，伊来接受。因为导航的时阵，迄阵是啥？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代表盟军占领台湾的军事政府。哦，过来，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已变罪，代表美国占领台湾。即摆变作代表美国哦，对吧？哦，啊，咱知影，在即个中间，
1949年10月初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后，虽然伊还佫继续代表民军占领台湾，但是呢，中华民国已经变作啥？流亡政府啊，对吧？所以1949年迄个时阵，伊就变作流亡政府啊。所以1952年，当年嘛是还佫流亡政府，甲我今仔日拢同款。所以有这个表，咱看得出来，可见对1949年开始，10月初一开始，伫咧台湾，同时有两个蒋介石的集团存在，对吧？安尼大家看有嘛？对吧？1949年10月初一，一个是军事政府，一个是流亡政府。1952年，军事政府、流亡政府是跟他这个军事政府变作代表美国尔，但是军事政府的性质并无改。哦，所以对1949年开始，咱台湾有两个蒋介石的集团呢。啊，结果呢？可惜，真侪人袂晓的，也是唔愿。辨别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蒋介石集团，哦，一个军事政府，一个流亡政府，而且把他们两个混在一起。啊，你若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变作啥？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以为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伫遮问题出伫遮，哦，伫咧台湾有两个蒋介石的集团，啊，咱个混在一起，啊，就变作安尼。所以以后大家爱了解、认清楚，哦，走。啊，因为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Chinese Taipei） 袂用的，伫咧台北就地合法，所以安怎？伊一定爱离开台湾，对吧？啊，即嘛？伊若离开台湾的时阵，台湾的军事占领必须要由美国亲身来执行。啊，美国若亲身执行的时阵，因为流亡政府既然袂当就地合法，蒋介石集团爱中华民国政府爱走，伊的军事政府嘛袂使继续啊，对不？所以美国一定要爱亲身来执行台湾的占领。啊，若安尼的时阵，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才有法度人正常化，对不？啊，最后事实嘛证明，中华民国伫咧宽保啊，啊，你们相信无？好酒点红对，你未尽未着咧拍扑啊！好料的还搁咧后边呢。哎，我先讲个讲清楚呢，事实证明呢。啊，你唔爱证明，唔爱叫我证明啊？哎呦，哦，我证明给恁看。这架飞机，伊唔是要坐这架飞机走啦，哦。这架飞机我要给您看的是看得到，看这个所在，这架像的，美国的嘛，刚才看起来就知道嘛，对吧？啊，这架呢，这架也是美国的，对不对？啊，这架像的，啊，
这只看无啊，对不？遮古早有啊，即卖拢无啊，啊？啊，这只做运输机啊，这只多一个个，嘛无看啊，那还拢无标志，嗯？啊，这只 F 十六，遮古早敢若有呢？即卖看袂像出来呢，对不？过来。这自由是无翕个啊，阿帕奇啊，头前嘛无，啊后壁嘞，后壁嘛看袂啥出来，只敢那看有啦，模糊啦，八零八啦，看袂清楚啊。啊，这只嘞，这么变哪里啊？哦。大家想看卖，那一个国家的飞机无伊的标志，爱那飞机空中的时阵，无人知影伊是倒来啊，是不是恐怖分子？是不是用拍来？对啊，啊为着无爱用拍来，伊要安怎？伊唔敢飞啊！啊，你想看卖？有飞机啊，唔敢飞。了不起是干那点咩？台湾顶头啊，你试试，唔敢出去。好、哦，你看，啊，这正佳，好，来，好久在后头，五分钟。这个演习的正佳。嘛无标志啊，汉官演习，吼、哦，拢无啊，卡车嘛无，啊船嘛看无，干那有号码，啊无国家的标志，这只讲我是郑和号，啊这只呢，咱也无去查资料嘛，唔知啊，这只是拉法叶，向法国买的一只，啊这只向美国买。记得见，马英九派几架飞机甲菲律宾宣布主宣或者啥宣扬主权，还是宣告主权呢？哈 啊结果呢？挂美国旗啊！中华民国的船哪会挂美国旗？所以美国菲律宾唔敢甲拍嘛，对不？你看。用咱的钱，阿母的船，塞出去外国挂美国旗，那是在开什么玩笑？啊？啊，这张，这大家就看这啦，这宪兵司令部啦。啊，这张多少钱？什么意思？这张是吼，2009年。自由时报报的，宪兵要裁撤，哦，啊，这个联合后勤司令部就是联勤呐，这个嘛是报纸报的 ，TBS， 2012年讲联勤走入历史，底下有下层，联勤是啥？你报级别啊？敢那确定啊？咱要去食饭，哦，你提供饭给咱食的，要给兵啊食的，迄、那个单位。啊，即马联勤走入历史，对2012年到即阵，咱阿兵哥啊拢无饭通食呢，对吧？过来，哦，即、這个你瞄准呢哈，姿势很好呢。即张是去年5月。苹果日报报的，讲裁三军司令、司令部、陆海空军的司令部要裁撤，一个军队司令部
那无去的时阵，那个军队有人指挥无？无啊嘛，啊是安怎要猜测？哦，国防部讲只能做不能说。过来，啊，这张呢？这张去年国家，对，洪仲秋的案件了后，啊是安怎来呢？就是讲军事审判注销，以后变作司法审判，军法无去。变罪司法，假讲平安以后那犯罪，免受军法的处罚。啊，一个军队那无军法，啊，个有军队无？无啊嘛。啊，过来，这张张助理来也出来，有一丁讲退伍的海军陆战队。去国防部抗议，抗议啥？讲为因海军陆战队也要被裁撤了，所以去抗议。啊，这阵可怜个为国民个为个乌索索，干那要出阵呢？啊，这漳州里来，咱大家即卖想看卖？现在还在看宪兵是怎样，你管兵的哦，宪兵没去了，兵没人管，联军在供应兵的粮食、哦啊、枪炮对吧，也没去了，三军司令部裁撤，无人咧指挥啊！哦，啊，军法也无去啊，三军拢无去，即马连海军陆战队嘛无去啊！啊，是安怎？中华民国奈将所有的军队甲裁撤？这是不是已经证明他们开始准备要走路了？呀，好，多谢，开始。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啊，外口会当用餐啦，谢谢。